节目录制过程中，宋雨琦一见面就问大家年龄多大了，陆柯燃说自己挺老的了，宋雨琦回答显得年轻，陆柯燃说26了，宋雨琦就说自己还是比较小的，之后跟陆柯燃说看到他脸上的痘痘了，然后笑到模糊。你能接受不熟悉的人这样跟你对话吗？都多大呀？我挺老的。没事，显得年轻。我更尴尬。看我看到你痘痘了，熬夜熬的呀。不好意思，能把宋雨琦拖出去吗？